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荷兰的巴赫海托，这是比利时和荷兰交界地方，跟着我的摄像头一起来看一下。比利时和荷兰的分界线，然后这家人家应该是厕所在比利时，房间应该在荷兰。我们又来到一个荷兰比利时的交界处，旁边是个酒吧，酒吧属于荷兰，然后我站这块就属于比利时。这个城市里面，比利时和荷兰的分界线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区域，就像左上角这个图片。在吃午饭，哒哒。我们来到了 Delft，Delft 是荷兰的一个青花瓷镇，然后这种运河，荷兰运河在荷兰到处可以见。到了海牙的海边，还有人在这里冲浪，带大家转一圈。晚上来到鹿特丹。入住酒店，酒店房间，晚安。这个健身房，在一条江上，这辆江可以把车运到河对岸。我们来到了荷兰的风车镇，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风车。荷兰的 vlog 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好，拜拜。